地方想必夏天的时候应该是很热闹的。下面就有一个湖，那边就有一个湖，湖那边是大片的森林。进去房车营地，全都是美式拖挂带拓展。这种拖挂应该就是家里的几房几厅吧，还有这种拖挂，这个客厅很大，可以做饭休闲，这地方应该很不错。夏天的时候，全都是美式拖挂，这营地车啊就摆在这里，这是营地车，美式营地车摆在这里。这一路下去大概有二十台吧，应该十几台有，十几台。拖挂室，Joyco，景区专用拖挂室，房车，营地车，这么老美的，这就是房岗梁